个建议好不好？我在给大家看图腾的时候啊，看图腾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呢，第一抓紧一点，第二呢，台长会跟你们讲一些常识性的问题。那么当场看到了，那么关于一些基本的经文呢，那么你们呢，记住啊，台长跟大家说，一般的心经呢，最好是念21遍。大悲咒呢，最好念21遍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就是说，比方说啊，说卢台长，我发现灵性了，那我自己功课应该怎么做？那么礼佛呢，最好是3遍到7遍当中，不要超过7遍，明白吗？所以，因为我们呢啊愿力还不够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呢礼佛念太多之后呢，我们有时候呢会反而呢就是啊得到一些业障提早的激活。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，希望大家呢就好好的我们开始。那么台长当场呢就给大家看图腾，为了也是让今天很多有缘众生更能够了解佛法。好，这个老妈妈，我身体很不舒服。你身体很不好，你还没有学佛，一点点。我说你没学佛就没学佛，你是拜佛而没念经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想看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因为我在里面身体的背面啊，伤的是站久坐又不能坐。真的，大家想想看，真的很可怜的啊、真的，坐也不能坐。老妈妈，你告诉我，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属兔的，51年。那老妈妈，你记住，有些事情呢，我都不想讲了。你年轻的时候做了太多的坏事了，你感情上你害了人了，有一个人男人死掉的男人在你身上，听得懂吗？记住，你有一个男朋友，也不知道一个前妻呀、前夫啊，也是。那么这个男的呢，在你身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长得很英俊。鼓掌。老妈妈，他经常在你身上，他两个手拉住你的脖子，所以你的颈椎不好。你的腰是两个腿呀、夹住你的腰，所以让你的腰站不直。他还用脚踢你的下面的痔疮，所以你的痔疮也不好，对不对呀、对不对呀、所以需要台长帮你们看，看到了之后，你要给他念87张小房子，可以吗？小房子，我念经道，什么叫小房子？我拜佛道，什么叫菩萨？老妈妈听得懂吗？慢慢的到门口呢，去问他们那些工作人员，他们会讲给你听的。这个人现在不愿意走，在你身上很多年了，所以你的病啊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在听，我是睡那个床。你要记住我一句话，人，我曾经看过，有一次我开车路过一个酒店，人家吃完饭下来，一家子，一个老婆婆还有几个孩子，一起说说笑笑下来，我就亲眼看见一个螃蟹，这个钳子钳住那个老妈妈的腿，这个老妈妈就在楼梯口嘣一下摔下来，我正好车开过过去。这个老妈妈一定说，我自己的腿不当心摔跤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亲眼看见螃蟹的钳子钳住她的腿。所以大家看不见的东西，不要以为是没有。就像你现在一样，我的身体是不好，你还可以说医生查出来是什么病呢？你要懂啊，这是灵性病啊。因为在我睡觉的时候睡那个床。他说是床的问题，老妈妈，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我劝你换一个床，可能就会好。人家装了个神经的床，他睡了，他说没有用，睡到我这里不能张。对了，换一个床会好很多的。不是那个普通的
张床啊，上两张床。对，那你再花点钱去买一个好一点的床吧。无缘不渡，并不代表他现在没缘，可能以后有缘，但是今天我们就不掰了。好吧，老妈妈，请站起来，大家扶着他吧。好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好，你说。我中了那个癌症。什么？癌症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么恨你，他在你身上，他不搞死你呀、啊？老妈妈，你知道他要搞死你呀、啊？你生一个癌症啊，我看你现在身上两个癌症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有生过孩子。不是孩子啊，两个癌症。对对，五个癌症。看见了吗？台长厉害不厉害？你们好好跟着关心跟他学呀、啊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要弄死你呀、啊！你知道你现在有点扩散了，你知道吗？找路上可以救救我吗？你可以救救我吗？救救你，好好的念经啊，许愿放生，还有什么？念经，你一定要许愿放生念经啊，把它超度走了之后，你才会恢复正常。老妈妈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放生啊，你这个老妈妈现在，我告诉你，你私房钱很多的，你不肯拿出来放生啊。不，你再讲我可以把你数字都讲出来。大师，你救救我吧。看见了吗？说出他了，大师了，现在台长提升了。好了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台长可以救你了。为什么？我刚才就是有意的用妙法在救他，现在才是他明白道理，他相信了，我才真救他。谢谢你，我告诉你，老妈妈，你今天能够闻到佛法，能够见到台长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一定有救，只不过救你的时间长短而已，明白了吗？我救你可以让你延寿，或者让你去掉身体上的不好东西，可以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不能让你永远好的，永远延寿下去，是靠着你自己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愿意不愿意好好念经？愿意。你能不能拿出你的钱去放生？愿意。看见吗？要这么样救人，才叫真正的救人。好了，记住87张小房子，这个男的就会走掉，好不好？第二，你自己每天念大悲咒49遍，心经21遍，礼佛大忏悔文7遍，然后你要念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你就慢慢会恢复了。然后要多喝供过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实际上台长也真的很可怜你，因为你这辈子是吃了很多的苦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太不注意自己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这个样子不是你原来的样子啊，你原来长得很好看的、啊、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死掉的那个男人的样子，是他都认得出来了、啊、所以你们真的要好好修啊，你们都是见证。好啦，可以啦啊，台长救你，你放心，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你不会有事情，半年当中不会死的。我还要请台长。他说什么啊？要不要开刀啊？我看看啊，你能不能直接讲给我听部位，我帮你看得深一点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现在看到的是你的肺和肠胃这一段。我是兔子的。我现在看到你这个癌症啊，是在肺和肠胃这个地方。子宫。哎，就这一段嘛，肠胃嘛。他每天都有血流出来。哎呀，你的肠癌也有啊，你的左面啊，左面的肠子啊。
已经啊和上面的子宫啊已经烂了，听得懂吗？你的肠子很不好，听得懂吗？你的左面啊经常痛的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赶紧，我看你要开个刀，因为你太晚了。如果你早点学心灵法门的话，你可能用不着开刀，但是你现在要开刀，他会把你这段肠子和子宫啊会要把你切除的，听得懂吗？医生是不是叫你子宫切除？对。好了，老妈妈，我今天什么都讲了，你好好修，有救，好不好啊？好、哦，还有，绝对不许以后再吃活的东西。我很少吃。你年轻的时候吃的太多了。没有，很少。你再乱讲话，我救不了你了。你不要跟我讲，学过佛的人不打妄语，因为你没学佛，我原谅你，听得懂吗？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鱼和虾，告诉大家对不对啊？我看到了，老实点吧，你们在我面前最好老实一点，否则我不救你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好，看见了吧？现在下去了吧？救人要救心啊！好，你看，现在台长刚刚给你加持了一点点，你觉得腰这里舒服点吗？热不热？你现在扭两下给大家看看，舒服了吧？刚才斜着坐都坐不下，看见吗？现在站直了吧？看见了吗？所以啊。好了，我会多做功德的，我会放生的，我会念经的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开心的，你该开心的吧？哎，哇，都是重病的。那你们可以看荧光屏的啊。卢台长，您好，很感恩能够接到卢台长来为我的孩子看福分。要命啊！卢台长就是来看你不同命。我的孩子还好没有说卢台长，请你给我算算命，走错地方。我的孩子是94年的属狗的，那五年前就来了。脑癌，医生验出有脑瘤。他10岁开始就一直晚上难以入眠，睡不着，一躺下去就睡不着。13岁开始，13岁那一年了，在他生日过后，就验到有脑瘤。好了，你不要讲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他属什么几年的吧？94年属狗。身上两个灵性，一个是他的长辈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过世的男的一个老爷爷，我不知道是他的外公还是他的爷爷。他的爷爷我就没有见过，外公。不管外公爷爷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他这个样子像谁，你就知道他是谁。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第二，你们家祖上有杀业。祖上有杀业。开过饭馆啦，钓过鱼啦，或者捕过鱼啦，或者有过其他的，专门开养鸡场啦，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养猪算吗？台长救啊，他连养猪算了都不知道，养猪养大了干什么？你把它供在家里啊？杀业这么重，你看看他现在像什么？还不明白啊？
赶快念经了。我已经开始了。开始的太短了，明白吗？他现在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全部这个灵性全部附在他的身上，还有一个小灵性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小孩，是你可能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。我没有打过胎。你流过产吗？没有。没有流过产，没有打过胎，那么你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你妈妈流过产打过胎的孩子。妈妈流过两个，还有一个夭折的姐姐，嗯，会是她吗？我看得像个女孩子，而且年龄跟她差不多，跟你啊差不多。跟我差不多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但是比你胖。嗯，大概比我大三岁呢。嗯，不止。没有大。大五岁。大四。回答厉害不厉害？他说三岁，台长说不止，还要隐瞒岁数啊，明白吗？好了，两个灵性帮你找出来，好好求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不是太舒服的话，因为这个孩子呢，你们见到台长太晚了，也就是说他的脑神经脑细胞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也就是说这两个灵性已经把他弄成很难恢复的人了。虽然这两个灵性以后不搞他了，听得懂吗？但是呢，他会恢复知觉，眼睛慢慢会动，嘴巴慢慢会讲，然后呢，慢慢有些知觉，但是可能一辈子就是啊，不会动得太厉害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们真的要救他的话，反正把灵性先念掉，以后慢慢的看，靠了一些物理治疗啦，锻炼身体啦。还是有希望可能会站起来的。有，我们一直在做。哎，一起锻炼。这个是他的嘴巴，他的最大问题是嘴巴。嘴巴流口水，里边有脓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有脓。哎，有脓了。不是口水，痰。不是痰，就是有脓水。他不能开。嗯，不能开的。因为你如果像他这种，我告诉你，吃饭都得喂的，就得把他嘴巴张开。好了，看见吗？根本嘴巴都张不开，完全和肚子掉水了。所以孩子出来也是受苦，对你们两个也是受苦。所以不要养猪啊，什么动物都不要养，养了都不要杀，报应太厉害了，听得懂吧？看看你们两个也真可怜，台长稍微给他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因为他现在话也不能讲，什么都不懂。其实他是这个管子影响他，本来他能够讲。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实际上他已经有点像植物人了，明白吗？但是他的思维还在动，明白吗？他可以跟我们沟通。对，脑子还在动，明白吗？嗯。但是实际上他现在，我要他看见菩萨，他都看得见。因为为什么他的灵性在身上，所以很多人能够看得见的啊，他因为有灵性在身上也有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现在的腿啊，抬得可以稍微啊，叫他动一点点，啊，他的腿啊，他的右边可以动。我告诉你，就是那只，左边，这只，左边。叫他翘起来一点，听得懂？翘起来一点，知道台长是谁吗？台长很喜欢你，对吗？两个一起动，观世音菩萨来救你了，看看观世音菩萨在上面在救你了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不开心啊？观世音菩萨在救你，哇！你们先把他两个冤亲债主念掉，然后21章21章不停地念。像他这个病要初见成效的话，1300章。我想两年最早最快最快两年左右，下次如果我再到马来西亚来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已经可以用手和脚
可能都可以沟通，而且这个嘴巴都能可以动了。但是就是灵性走掉之后，他的嘴巴这里可能医生要给他动个手术，听得懂吗？手术动完之后，他就可以慢慢讲一些简单的语言了。你开心不开心啊？手伸出来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其他都可以了，好不好啊？爸爸妈妈不要造业就可以了。爸爸妈妈做什么生意啊？教书的。啊，那蛮好的。两个都教书啊？啊，那还可以。所以好好的修啊，这是祖上的不好的东西。教书还是有功德的，好吧？好了。请问卢台长，那个竞争姐什么？竞争他名字的要经者，两个都一样啊，不需要。后面是谁念的，就写上谁的名字，明白吗？就是两个灵性都是写上。都是给他的要经者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谢谢您的。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台长，真的很。真的是很爱你们的，我所有你们来的，我都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。我希望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佛，大家这么多的见证，应该更好的啊学佛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要再动了啊，讲吧。好的，太上你好，是看看2011年兔的，还有脑瘤。这么小的孩子脑瘤。2000几几年啊？属兔子的。对。他是从这个地方当中啊，一直在前面这个地方，他的上半部的脑子不好，不是后半部，是上半部的，听得懂吗？从这里到这里。积水哟，是这里。对，我看见有不少的水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小孩子脑子这里我看见有一条黑的，他是不是动过手术？有动过三次手术。台长看到的就是红针的线，哎 ，X 光在这里呢，不要排队，也不要预约，也不要早上6个小时之前就不要喝水、不吃东西，马上就看。好了。你好好的念经吧，这个孩子有的念。那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这个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有两个小的灵性。小的。你自己想想，你打过胎没有就知道。没有。你不要讲没有。我真的没有。我知道有没有流产过。没有。这身边身上有两个小孩子。因为有时候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不知道。如果是先生的之前女朋友呢，流产过呀。以前的女朋友也会的呀，看见了吧？而且先生以前的女朋友两个，对不对？两个，看见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小房子，小房子现在有的念了，先念108章，然后念礼佛大忏悔文5遍。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说不定呢，过几年小孩子头就不会这样了，很快的。头很没有力，头没有力，手也没有力，是因为他的脑神经瘫痪，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部失灵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他脑神经恢复正常，他就可以指挥他的手和他的头、脖子、身体一切，明白吗？医生有建议说要化疗治疗我。我也是没有去。你先在2个月当中先给他好好的念经，2个月当中如果开始动了，明显好转了，你可能就不要化疗了。如果化疗会伤他的脑神经，这个孩子我现在看他的脑子里面全是像烂烂的那种烂烂的，
就是烂烂的，和因为水啊长期泡着大脑，大脑会腐烂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赶紧啊，要把他的脑子慢慢的水排掉，他才会好。你看现在他动了，头竖起来，来，再竖起来，看见吗？台长在跟他说的时候都在加持，所以你们在听我讲啊，你们都得到加持。大家说空调这么热，你们空调这么冷，你们热不热？好了，不要讲了。那我呢？总共要又是上千张，有的念了，我看你1080张，先好好的念，好吧？多住几个人帮你一起念，否则你是念不了的。我有开始每天放生喽。放生啊？哦，放生有的放的，至少5万条了。5万条鱼。好吧，你放心了，我看到你的经济还过得去。哎呀，厉害吧？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起来了吗？可以看看我的家里吗？你的家里啊？因为家里还没有供养佛台，我想要供养一个。赶快啦，供佛台啦！家里弄得这么漂亮，你家的窗帘都是绣的，折起来的，折叠的，对不对呀？对。要不要台长看看你家保险箱放在哪里呀？免了。好了，赶快起来吧啊！好。哎，小孩子可怜了，真的有灵性在身上，孩子真的很可怜，明白吗？这么小。其实他这个三刀不开的话呢，如果早点修行念经，灵性跑掉，他不开，你知道他开刀的时候灵性会跟他斗的，灵性不开心嘛，所以很多医生很容易惹灵性的。你说吧。陆大将军好。你好。我是1971年出世的，我叫狗，我和我的太太都是从事家具业啊，门市家具生意，然后。是属于木材业，我想知道我是否是适合这一门生意。你属什么？属狗。几年的狗啊？1970年。70年的狗做木材生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想问问这个生意能不能做得下去？对。首先问你，你愿意不？你念经不念经啊？我念经，我念经，我就给你看。不念经不看的、啊，不念经去找算命的多得很啊。几年的狗啊？1970年。好、啊，你这个木材生意做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一段时间赚了很多钱，现在往下坡走，非常不好。对。你有一个合伙者跟你经常闹意见，所以你们的生意现在很麻烦。对。还有什么不对的？不讲了，好好念念准提神咒，心想事成的，好好念念修，念念心经，能够让对方开开悟。你这个合作者过去跟你很好，明白了吗？现在为什么不好了？恶缘来了呀，过去是善缘呀，听不懂啊？夫妻也是这样的呀，先是善后恶呀。谁结婚的时候就想到离婚呢？要想到离婚，谁还会结婚呢？明白不明白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人挺好的，做木材生意完全可以，你还能再做下去，就是你要老实一点，你最近稍微有点犯桃花。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老婆不在。现在不在这里是吧？不在。啊，那多讲你两句。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吧？哎，没有办法吧？是啊，像你这种很坦白的人真的很少。好好修了，没有犯桃花了。你跟我老实一点，明白了吗？卡拉 OK 有过吗？没有。
不是，或者像这种娱乐场所去过吗？曾经去过了，不过现在都曾经去过，要不要台长再帮你看看啊？那你很暗的地方。笑，好意思讲的。要是台长过去做皇帝的时候，马上来人呐，拉出去了。没办法，现在感谢归正学佛。好啦，卢台长，那么我的功课应该怎么做呢？你的功课应该多念心经，你给对方合作的人，给他每天念21遍心经，自己念21遍心经，然后呢，给自己呢加强点能量，念17遍大悲咒，每天念108遍准提神咒，然后呢念解结咒。跟他一人念49遍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恶缘，慢慢你们两个还会好起来。那个人也是在木材方面很有本事的一个人，听得懂吗？他有很多的人脉，你呢主要是负责里边怎么样安排啊、募资啊、规范啊这种内务的，他在外面很有人脉。卢台长，你真的很棒。我告诉你，卢台长不棒的话，会短短的2年3年，有500万人跟着我的。感恩，非常感恩卢台长。好好的修行啊，明白了吗？那些西人，我上次在德国看了一个德国的，这次他也来了，他先生啊跟他一起来，从德国专门来看台长的，我都看出啊他过去的情况啊，哎呀吓坏他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好好修啊，你这个人实际上很老实的，明白了吗？就是偶然犯傻，明白了吗？是偶然的。说你老实呢，有时候还有脾气，你索性老实到底呢，脾气又很大。谢谢你。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还要问什么？啊，卢台长，我自己本身呢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哮喘的问题啊。请卢台长看看。啊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小灵性。你吃了很多的活海鲜，听得懂吗？我现在看见什么东西在你脖子里，你知道吗？螃蟹。吃过没有啊？还蘸蘸醋。我告诉你，吃了的时候不要去讲会好一点，如果吃的时候还要说真鲜呀、哎呀这个肉新鲜真好，我告诉你马上就上你身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老实点了，哮喘了，没让你笑，没让你笑的趴下来就挺好了，下去吧。那已经有10年以上了。我是1972年老鼠。哇，你这个老鼠啊，思想挺活的。经常一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，突然之间想做这个又想那个，但是又做不好，对不对啊？看见你的老鼠在乱窜，听得懂吗？你呢，这个老鼠啊，应该是偏深色的，所以你以后穿衣服啊不要太淡，明白吗？你不要以为你皮肤白啊，实际上你是个黑老鼠啊。黑老鼠没关系，黑老鼠不容易被人家打死，白老鼠一看看见了，嘣打死了。听得懂吗？穿深色的衣服，稍微深色一点。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我看见这个老鼠好像还会跳舞，会不会跳啊？告诉大家。还好呀，不好意思了。我告诉你，跳的不是那种舞台上的舞，是跳那种像交谊舞一样的那种舞。没有。但是跳小孩子时候跳那种舞，对不对啊？有，我想问你啊，你有一个中年妇女，你妈妈还在不在？有。好，有一个中年妇女，我看
跟你长得有点像，会不会是你妈妈的弟啊妹妹或者姐姐？有没有过世的？你问问你妈妈看有没有过世的姐姐和妹妹。你妈妈在哪里？在这边。这边。哦，你们有没有过世的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这个亲戚啊？女的，中国姐姐过世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准不准啊？而且这个姐姐跟她的缘分非常的深，跟你呀、啊，你小时候出生时候，她这个姐姐看见过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好好的去，赶快去操作吧。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小孩子，灵性。灵性掉过孩子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好了，算了，我就不讲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自己流产的孩子，还有一种妈妈打胎的孩子会到你身上来的。所以你经常会跟你妈妈要么特别特别好，要么特别特别的闹。你很爱你的妈妈，很怕你的妈妈，经常呢心中呢又会对你妈妈产生一种敬畏感。这个就是孩子在你身上，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？我有一个弟弟，出世一个月多就已经往生了。好的。男的吗？是的。我告诉你，不像你，这个弟弟脸不像你，听得懂吗？我看不像你，因为你的脸很像你父亲，他的脸有点像你妈妈。你妈妈刚刚这么远，我看不清楚。你妈妈我看见，现在我看不见，刚刚站起来很远，我看不见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妈的脸比你圆胖，你是瘦型的。大家刚刚看见了吧？我看到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你这个很简单，49张小房子，你好好念，你很老实的。给两个人性吗？对，你以后谈恋爱会非常麻烦的。我已经结婚了。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很麻烦，因为你现在结婚的时候你妈妈参与的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完全听你妈妈的，你妈妈叫你不要理她，你就不理她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妈就不要理她啊，这个女婿不好，你就哦你不好，你这个人没主张的，全听你妈妈的。现在是总共需要念49张小房子，总共49张，不可能是总共的，第一波49张，以后每个星期7张7张念下去，每一个星期7张7张念下去，好吗？你很老实的，挺好的，你钱是欠你妈妈的，你是来还债的，所以你赚的钱都会上供给你妈妈的。好了，不要再问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李团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是1962年的老虎。啊。我想知道我本身有什么健康问题吗？有灵性在身上吗？你这种人一听就是不会念经。健康的问题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记住啊，你的前列腺小便不好，腰不好，明白吗？你现在的关节不好，大家说对不对的？对的。你这只老虎听得懂吗？现在发不出来。你过去有一段时间做小生意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你呢不会赚大钱的，都是赚小钱，养家糊口没问题，对不对的？对。因为我看你这只老虎老在原地打转转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所以经常思前想后，而且我看你这个老虎非常想扑上去，扑上去，就是你很多事情我想赚大钱，赚大钱，但是呢，赚也赚不到，对不对啦？对的。对。是一只花斑虎，花斑虎，听得懂吗？其实自己好好学佛修心就好了。我想问你啊，你在日本有没有亲戚啊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那么靠近日本的啊，这里也靠近日本的，你的祖上有没有日本的亲戚啊？不大清楚。不大清楚。嗯，
我告诉你，你跟唐朝一个人的冤亲就是很有血缘的关系。我看看看刚刚看见一个唐朝的，因为日本人就是从唐朝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说就开始，但是我看见那个人呢又有点像日本人，又戴着唐朝的官帽。你的祖上啊有一个是做官的，有没有啊？对，我根本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说他们做官的，你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好好的把你生意先做好，你现在不要来不及的开第二家第三家。你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本来生意做得挺好的，你接下来呢第二家开了之后呢，你第一家就不行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了，好好念准提神咒，好好念往生咒。我需要几多张那个小房子？你需要几多张啊？你需要小房子，先念27章，好吧？然后往生咒每天念49遍，大悲咒念7遍，心经念7遍，已经是很客气的对你，好不好？你要记住，你的晚年两个腿啊，你现在的关节很差。明白吗？经常会痛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下去吧。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，我要想知道我过去已经过世的20多年的外婆，她现在在那里啊，她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叫什么名字啊？王琼叶。王是三横王。第二个什么名字啊？就是王字旁一个北京的京的那个琼字啊，琼花的琼啊，月亮的月，月亮的月，王三横王，王琼叶啊，月少了，王琼叶，王琼叶，还在地府呢，到现在还没有投胎。他走的时候，他有很多事情放不下，冤在心中，很不开心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现在都不肯走。我告诉你，你给他念108张小房子，他很可能会投人，好吧？那你愿意让他投人吗？愿意。境界问题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境界问题。好啦，如果妈妈，如果外婆碰到这种外孙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死定了呀。好啦，卢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想问我的事业。啊。我的事业是做那个直销的啊，帮助人健康增重、减重还有增重的。你几年的？80年猴子。80年猴子。哎呀，你做的不好，你这个直销做的一塌糊涂吧？猴子爬在那个树上没有果实的了，一两个瘪的，所以你钱赚的很少，听得懂吗？你做的很累呀、穿那么稍微好看一点，听得懂吗？不要弄得像个老大妈一样。人家为什么对台长好？台长随缘度人，帮助现实的生活，然后呢在现实浅显易懂的人生哲理当中寻找深奥的佛法，这就是妙法。好了，好吧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的感情。你讲话都不会讲，你跟人家推销怎么推啊？这个产品很好的，你吃的这个药你一定健康长寿的，你保证的，我告诉你，长生不老的，死也死不掉，活又活不了。你说你怎么推销啊？谁要你啊？讲话要有精神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好像自己吃的这个药一样的。每次有的顾客，新的顾客，然后我一定有去真正的要去婆罗阿婆，有一个很怕的感觉样子。你说什么？
讲得慢一点。嗯。讲得慢一点。讲慢点。我很喜欢我这一份工作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我，因为我有顾客了，我就要去好好把握我这个顾客，我没有信心去把握。哦，就是说你因为喜欢做这个生意，所以你没有时间去念经。有，我有时间。就是说你把握不好这个功课。功课。我的功课就是我。边上能听懂吗？讲一下呀。因为他说他虽然很喜欢这个工作，但是每次他有客户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信心能够把握好这些客户。哦，就是啊，就像你这种样子怎么把握啊？穿那么像老大妈一样跑过去说，你说这是这个营养品很好的，人家客户被你吓都吓走了，白天的时候调得慢一点，晚上的时候要飞快地跑走了。听得懂吗？啊，哎，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？好吧，以后记住啊，穿一件我们的义工服吧，说不定还吸引人呢。我想问我的腰的问题。啊，腰老毛病，你的左肾，腰的左肾啊不好。所以影响你的腰椎，所以你的腰椎啊，肩盘有点突出，所以你腰经常会酸痛，尤其时间睡得长了，你爬起来腰就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对。太准了，太好了。卢台长是你们的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这么好朋友，开心不开心？所以拼命抓我的手，把台长的手抓得乱七八糟。你们稍微指甲剪一剪才乱呢，指甲这么长伸过来，把台长手上的那十七八个血迹，你们心疼不心疼啊？心疼。握得轻一点，不要拉住不放就可以了。听得懂吗？观音菩萨在我身上，我给你们握手的时候是增加能量的，但是呢，不要握住不放，听得懂吗？要命了，指甲剪一剪。卢台长，我的功课要练几多？功课，你现在首先要锻炼自己的心智，多念心经，明白了吧？然后多念点，给自己增加一点能量，多念点大悲咒，明白吗？然后自己要多开开自己的智慧，要多念一点解结咒，因为你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，实际上所有的人认识你的人，你都跟他有前世有冤结的，否则他不会碰到你。所以古时候说擦肩而过500年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坐在一起共沾法衣，那我们不知道几辈子修得来的。好啦，现在开始讲话，声音响一点了吗？有没有信心啊？啊，好了，衣服换换啊。下一个，罗总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想问我太太，她是75年属兔的，想问她的健康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或者业障。75年，兔子啊，75年的兔子，问问身上有没有瘪障。75年兔子，你太太是吧？对。哎呀，你太太比你长得漂亮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哎呀，你太太很爱打扮的，是一只小白兔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脖子这个地方啊有孽障，脖子这里啊，所以他经常这个颈椎脖子这个地方会酸痛，还有你太太会经常发无名火。对，你待他再好，他想发就发。对，你太太现在不在这里。对，你就不会讲对了。
这样学佛就开心了啊，这样就开心了。好。那我要如何去帮他？因为我有劝他说要念经，但真的，他现在真的，在他的事业方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繁忙。事业非常繁忙。对，工作。工作很繁忙，你先给他念心经，每天念七遍，然后呢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太太某某某能够开智慧，天天见，念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就会念经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我需要想就是帮他念小房子这样子。你要帮他念小房子，明白吗？给他念小房子。多少张？小房子，你先给他念21张。好吧，他身上有一个灵性，在脖子上。好，谢谢。好吧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是很难有影响力，做事的时候很难有影响力，就是很难有什么影响力？影响力，对对。老是做好东西都是人家都不会珍惜啊，这样子。就你做的事情，人家都不会珍惜。对。就想说你要多念大悲咒，大悲咒会增强你的力量，听得懂吗？你就给自己念大悲咒，暂时先不要给你太太念大悲咒，你给你太太念大悲咒，你就更没有影响力。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换名字呢，你想换名字？对，换名字就增加影响力。当兵的，我觉得你应该改个名字，叫拿破仑，我就有影响力。跟你开玩笑，不过换名字会增加影响力的。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帮你改个名字，比方说你命中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，比方说你是缺水的，那你要名字当中加三点水，如果你是缺木头的你要加个木字边旁的，明白吗？也是只有了这个概念的而且你现在是两个名字还是三个名字？我本名是三个名字。三个名字没有关系，因为两个名字的话也不好，晚年坐不住，听得懂吧？所以最好是三个名字，但是三个名字呢，这个叫相生不能相克，所以你现在呢最好呢稍微找一个人给你改改名字，或者你属什么的，台长给你一点资讯好不好啊？你告诉我你属什么的？我是74年属虎的。属老虎，首先要有山字边旁，有一个山字边旁一个命令的令，像丘陵、山林，老虎容易待在上面，明白了吗？老虎要有石头边旁的名字，那比较有硬气，比较发得出来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是属老虎的，你名字当中可以选有山、有石、有林，或者还有就是有柱，就是柱，就是说这家住在哪里的柱子在里面，因为老虎停下来的时候是最有力量的，当老虎扑出去的时候就是靠停下来的力量才能扑出去，所以你的事业想成功的话，你要停住，你接下来你就有力了，听得懂吧？今天台长已经给力给你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就是有一个名字的，一个是源，三点水的。哎，还给你改名了，这么多人，好了，鼓鼓掌让他下去。换的都挺快的。卢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小弟是出生在1945年属鸡的，75年啊，不，45年属什么？属鸡，属鸡的是吧？45年属鸡的，哎呀，哇，老先生，你年轻的时候很好哎，有一段时间精力旺盛，哎呀，很有钱的，做老板的。但是你年轻的时候很苦啊，靠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他属什么？我看看。属鸡啊，属鸡。小鬼。啊，老人家，你记住啊，你有一个腿不好的，一个腿啊，脚啊，不大听使唤呐、啊。
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关节不好，走路啊，你以后晚年会一瘸一瘸的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已经有点一瘸一瘸了吧？能够感觉到，让你感觉到啊，你的左腿，哦，左腿了，啊，左腿你这个腰不好，牵了你这个筋啊，是左腿啊，你的左腿抬不高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老人家你啊，没有多大的问题，好好的修，你这个人下辈子投人没问题，你赚了点钱，你做了很多善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下辈子投女人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女朋友太多了，欠的人太多了，明白了吧？你太太是一个非常好的太太，知道你有女朋友，她也不管的。对，她不讲我提她讲。好了，老人家，你想问什么说吧。是想请问一下，我太太自从跌倒了，现在走路不太方便，是看有什么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47年属猪的。他跌倒有一段时间了。啊，是。现在这个骨头啊，有点弯曲，有点畸形，应该是上过石膏的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让他每天睡的床啊，你们睡的床啊，应该用木板。硬一点，你们的床太软了。我看见你们家的床上有灵性，你们家的床太古色古香了，有灵性在上面。你告诉大家，你们的家的床是不是像红木一样的雕的东西呢？就是床啊，古色古香的，就是有雕花的这种。没有，没有。红的，没有。不是普通的，不是颜色。我说有没有古色古香的？没有没有。他现在目前我带他睡的是铁床。铁床是不是当初有雕的？没有雕的，就是弯弯曲曲的，就是有点古色古香。没有，很简单的那种。简单的就是两根柱子。啊，对，不对。以前呢，睡倒之前呢，摔倒之前呢，可能有了。另外一个睡房里有没有？另外一个睡房里有没有这个床？你家全是铁床啊？你们家卖铁器的？你告诉我呀，你们家另外一个房间床是什么床啊？是木的。木的是不是有雕花的啦？那个布有花纹的。老先生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叫你太太念87张小房子，另外每天要念心经49遍，明白吗？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还要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49遍，而且小房子念完78遍之后，刚刚说几遍了？啊，87遍之后还要21张，怎么念？讲错了，不是87遍，是87张。明白了吗？老先生，还有老实一点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的泌尿系统已经很不好，半夜里要起来2次到3次了。对。你好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我的妈呀！感恩台长。我的妈呀，像灵性讲的。不是，我这个喉咙动过手术，就是。我给你看看啊。你现在想问什么问题吧？我是这个纵隔淋巴瘤化疗刚刚结束2个月。淋巴瘤是吧？对，我是82年的属狗的。哎呦，一个小动物在你的喉咙里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小时候无意当中打死过小动物，有没有打死过类似老鼠、猫？或者小狗，或者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小动物很多，或者用开水浇蚂蚁之类的。蚂蚁浇过。爬在这里一连串，你听得懂吗？不能浇蚂蚁的，我告诉你，蚂蚁的灵性很厉害的，它爬它
他排队跑的，你用汤水去浇他，马上出事，听得懂吗？你还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我们念要念往生咒，念的，念的每天念几遍啊？49。不够啊！你如果教师很多，你这么多年了，你要把所有你杀死过的灵性动物，一般的小的蚂蚁是一遍，一个蚊子是一遍往生咒。如果三遍是一条小鱼，七遍是一条大鱼，一个螃蟹13遍，一个龙虾33遍，你要按照这个数字去做，听得懂吗？知道。嗯，就是我现在小房子念了180多章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还需要多少章？身上是否就是打胎的孩子是否已经抽走了？你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属狗，82年的狗。啊，恭喜你，打胎的小孩子已经走掉了。谢谢。哎。嗯，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良心挺好的，你人挺好的。嗯，谢谢大家，恭喜。班长，我就是想问我现在这个节能过吗？还有多少张能过这个节？你现在什么节啊？就是喉咙是吧？不是，我已经化疗结束了，他医生说是这样。是淋巴，是乳腺癌是吧？跟你仔细看。纵隔里面。啊？纵隔动手术了已经。就是在纵隔胸腺，胸腺里面。啊，胸腺里面。对对对。我帮你看看胸腺啊。属狗的是吧？是。几几年的狗啊？82年的狗。恭喜你，你的癌细胞我没有看到。是的，台长太准了。台长太准了，他说医生就是这么讲的，没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长出来了，我还会看到。听得懂吗？我刚刚7月份上海做的 CT。就是显示没有了，全部都没有，看见了吗？现在大家都知道台长看得非常非常准了。我梦到台长在梦里面来救我的，你就说你放心过来，你肯定有救。后来我就叫我去做生物治疗，我都没去做。叫他去做化疗什么，他都不做，因为台长到他的梦中告诉他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一定会有救的。台长的法身到你这里了，谢谢。哎。哪会去见他？哪有这么的朋友的？好了，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？就是我儿子，他的那个生殖器上长了两个黄豆大的那个脏东西，医生说可能就是发育的时候，如果发不好，可能要动手术。嗯，他才4岁。4岁是吧？对。属什么的？是2009年，属牛的。2009年属牛的是吧？是。好、哦。哎呀，在那个生殖器上，一个靠前，一个在当中。哎，对对对。你现在啊，赶紧买一点那种消毒的那种水啊，给他每天洗，消毒水，还给他洗，明白吗？另外呢，赶快给他念那个往生咒，每天念49遍，然后呢，心经念49遍，然后呢，小房子给他先烧49张，一个月之后，我看他这个应该没有的，好吧？他的毛病在哪里？就是你在怀他的时候吃了很多活的东西，吃的那个虾，虾补身体，虾了，我看你呀、啊，虾了你的头啊！好了，下去吧。他还厉害了，他能做到台长的法身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好。1942年的马。哎，你想看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一路都失眠。失眠是吧？42年的马是吧？我讲都不要讲，你打过胎了？这个孩子还在身上。对呀，我打过两个以上。4个。
现在很后悔，我又没有你忏悔，要叫你忏悔啊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打胎就是杀生，不能杀生，听得懂吗？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了解，没有关系，关于根源我今天就不追究了，下次开庭我们再审。好了，还有请问你，我要念多少个小方子给他们？你现在第一波念27章，第一二波念49章，他们应该就走掉了，好吗？他会，那这个我打胎的会不会影响到我其他的孩子的问题？会让你的孩子智商发育很慢，会让你的孩子骨头有点歪曲，会让你的孩子走路不正，会让你的孩子非常的闹腾，听得懂吗？像我念了小房子以后，他们会改善吗？你念了小房子之后，他们一定会改善的，明白了吗？你没有念，所以你没有发言权。我才认识。我知道，你刚刚认识，你夫妻啊，还有的人还不认识呢，还有的人还不知道卢台长呢，明白了吗？还有的人，那个山东老妈妈，人家告诉他有个卢台长，什么卢台长？什么驴台长？讲吧。还有啊，我这个是。你看孩子很好玩，人家笑完了，他刚刚想起来笑。是啊，他是1995年的鸡。啊。麻烦你给他看看。他。哦，他的血液不一样，他的血液流量不一样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小孩子有血液病了，血色素不对，缺少一种东西，所以他经常会多动啊，而且呢会经常会不听话，调皮的不得了，脑子啊，你听得懂吗？是啊，时常动的不停的，时常跳的。挑剔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小孩子有来历的，你好好对他好一点，这小孩子天上下来的。我现在跟他讲话他就能听得懂，我弄两句天语给他讲一下好吗？好的。你们都傻子了，天语是什么知道吧？用意念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以后大起来想干什么？他听不懂国语是吧？你想大起来想干什么？想开飞机，想做美美姐，想做领跑，还是想跳舞很有名的，成为一个歌星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麻烦了。你们好，他以后大起来就知道了。很厉害，你们家有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很有名的，他也会跟他一样有名。是啊。你们家族里面有一个，想一想。我弟弟哦。哎。我有两个弟弟都很有名的。看见了吧？请问刘台长，我要怎样帮助他呢？你怎么样帮助他？你现在好好的把他养好，让他不要身上有灵性就可以了。来帮助了，好好把他养大就可以了吗？给他多念点大悲咒，让他增加点能力就可以了吗？明白了吗？自己把头发稍微理理干净好不好啊？你头发太长了，女人头发太长的话烦恼啊，听不懂啊？法师为什么把头剃光啊？去烦恼。听得懂吗？短一点啊，头发长的话这个人就很劳碌啊，明白了吗？我记到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1934年属狗。你1934年属狗的。对。老先生，你想问什么？我精神比较差。想做的东西没有精神。
老先生，我现在跟你讲好吧。第一，你精神差，但是你脑子很清楚，你没有精神病，听得懂吗？第二，你的腰很不好。对。你的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，我现在看到。对。老先生，你现在的腰椎，从腰上面数上去，第三节到第四节当中有突出。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不能站直，这就是原因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你有便秘。对。还有，你这个人一辈子老老实实，经常被人家欺负，实际上你人非常非常好，你手很巧，你什么都会装，家里油漆油漆啊，粉刷粉刷呀，卫生间修修啊，厨房间弄弄啊，你什么都能干的。对。因为我看见你这个图腾不停地在动，就是非常能干，老先生知道吗？你唯一的缺陷，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慢慢会得老年痴呆。会痴呆，就是说有点忧郁症，因为你过去年轻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你到今天还记在心上，你还不舍得忘记，是跟你家长辈有关系。对不对？台长可以看到人的心理，我就告诉你，老先生，你一定要记住我句话，你现在的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差。而且你什么东西都记不住，刚刚放在这里就忘记了。对。而且你的思想越来越不能集中。是。这个就是忧郁症和老年痴呆症的前期，所以你现在必须每天念49遍心经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念。他的气非常的虚，老先生，我劝你，你多吃点那个西洋参，对你会有帮助。西洋参，西洋参，而且你要吃一点牛黄解毒丸，对你也有帮助，好吗？西洋参是泡参，哎，泡参，泡的也能吃，药丸也能吃，好吧？还有老先生，你要吃点卵磷脂，不是我的，因为你的大脑除了那个很多的散灵把你大脑弄得不好之外，你要吃卵磷脂，大豆卵磷脂，因为这个卵磷脂能够增加你脑子细胞的，听得懂吗？啊，这个是肉体的病我们肉体治，心灵的病我们心灵治。老人家你还能吃不吃那个叫什么啊？能不能还能吃一个叫那个叫丹参片呢？丹参啊，安神片啊，一定要吃的，否则你会中风的，好吧？我曾经做过心脏搭桥，嗯，看见了吧？3年后才能做。心脏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个桥搭的也不是太好哎，有点歪哎，所以你心脏经常会胸闷气急，气喘不过来啊。好了，前列腺晚上小便太多了。什么？前列腺。哎，开过刀了。哎，嗯。属什么？啊，目前还可以，目前没有什么不好，没有恶变，好吧？我讲这句话，你心一定放心好了，没有恶变。老先生，今天我给你看到今天，看到现在，我已经给你加持了，你会得到很舒服的感觉。你现在我问你，你现在热不热？热不热？热不热 ？Warm, hot。很好。人冷静凶。我叫你越来越轻松，好不好？不是今天啊，回家你念了小房子之后，你会越来越轻松。好啦，内心的感谢，谢谢。好啦，还有啊。四条妹的台长您好，啊好，我是89年的蛇，请您帮我看一下身体。
讲给我听吧。我得了7年的溶血性贫血，然后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。属什么？属蛇，89年的。你嘴巴老实一点，你的毛病都是出在嘴巴里，吃啊说呀都是你的毛病，听得懂吗？从此以后多念经少说话，你造口业了。你的血液里出大毛病了，少到2种元素，听得懂吗？少到2种元素，所以你浑身无力的，你睡觉睡在床上半天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的。而且睡眠不好，内分泌严重失调。好了，那我要怎么念经？怎么念经啊？基本经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只要跟你讲讲小房子就可以了。你小房子有人念了，我告诉你，21章21章不停地念下去，明白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家族里边心脏也不好。是的。名字，然后声纹了。你声纹了，现在叫什么名字啊？朱敏琪。朱什么？朱敏琪。敏是什么敏啊？敏捷的敏，整齐的齐。朱敏琪。好了，声纹成功了。谢谢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了，明天晚上还有一场，台长最后跟大家讲几句话啊，台长。非常非常爱你们，台长正在看着你们，真的很开心。能够我们在远在马来西亚能够相聚在一起，就是有缘人。希望大家有缘人能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有缘才能跟有佛缘，先有人缘才能有佛缘，有了佛缘我们才能团圆，有了团圆我们才能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天堂天上，跟观世音菩萨一起团圆。好好修心，这两天我们过的是天上的日子，我们和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和所有的菩萨都在一起，我们都是未来佛。希望大家好好修心，好好念经，把自己劣根性去掉，好好的努力，在我们不远的将来，我们能够修成人间菩萨。谢谢。